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丸，相信大家也非常喜欢《崩坏：星球铁道》这一款游戏。然后今天有观众推给我这一款《崩坏：星球铁道大战僵尸》。不是大战僵尸啊，就是玩法有点类似植物大战僵尸。我们是在游戏里面可以使用我们这些崩坏星球铁道的角色来去阻止谁？阻止垃圾开拓者。那它有蛮多模式的啦，我们来看一下玩什么好了。不过感觉我们刚开始玩，我们还是跟着关卡一起来玩好了，从第一关开始。哟，这个我们非常可爱的列车长 ，OK。各位，这几个是不是僵尸？贪婪的开拓者，看到星球就脑冲。那目前我有这个布罗尼亚，然后还有这一个真理医生帕姆，吐星球给我。哎，真的，未收拾的星球将在5秒后自动捡取。好，那我们先下个布罗尼亚吧。好，布罗尼亚。决定战局的关键。去死吧，开拓者！开拓者这么硬哦 ？OK， 干掉了。然后真理好像是零费。我看真理可以干嘛？零分。嗯？哎，然后我是不是空大了？真理好像要放在他旁边了。零分，哇，好猛！原来真理是打同一格啊。你零分，帅哦！以击退垃圾桶军团，偶尔会给你一点星球。大家有收到帕姆给的星球吗？哇，随机角色卡哎 ，OK， 竟然有随机卡哎。嘿嘿，哎对，哎、欸、不对，完了。随机卡怎么会出现开拓者啊？啊不要啊！转圈圈，转圈圈，算。我前面很烈，怎么内鬼啊？那随机卡不用耗星球。完蛋，我感觉我这把很抖哎、欸，我是不是被随机卡搞死了？哎对，随机卡是傻小啦。我这里是不是要转圈圈了、啊？这是有盾哎、欸。好，转圈圈。哦，好猛啊，黑的，还得是你。注意敌我形势。转起来。有了有了，稳了稳了稳了，不用紧张了。注意敌我形势。好，随机卡。哦呦，哎呦哎，干随机卡其实蛮强的。刚刚那个鬼转转圈圈爆打，哎，开始好玩了，开始好玩。有两倍速加上随机要素，我就乱丢啊，反正我打得掉我就招嘛，我已经知道随机卡怎么用了。哦呦呦，躲起来躲起来了，开始有压力咯，转圈圈痛杀，哈哈，太强啦，转圈圈，哎，有坦，满满的安全感，杰哥。啊干嘛？怎么和我变僵尸了？现在轮到我变僵尸了、啊，这个游戏。开拓者没任何的卵用，生命值只有10。旗帜开拓者一样没有任何的卵用，只是不用费用。戴墨镜的开拓者，一样没有任何卵用，但硬一点点，而且还有这个劣质的眼神。哎呦，有了，拿了我们顶级垃圾桶盖的桶盖开拓者，开始有坦度了。桶盖未损毁时不会被减速。这个嘞，桶盖未是更坦的垃圾桶哦，原来是凯拓者啊，大凯的凯。好，600，南兄弟帮我记着，你把关到我们这个600监狱里，好好处理啊。哦，我石头只有1000哦，我1000内要干掉对手是不是？这里要想一下哎、欸。OK， 专攻一路啊。专攻一路，哦，要全杀，真假？全杀全杀吗？不会一条路就赢了。完了，完美星球啦！这里开路者在干嘛？这里感觉打不掉呢，干太硬了吧？我这边两只，完了，哎，这个可以单刷吗？啊，我三被干掉了。哎，真的，刚开路者打的地方怪怪的，开路者是不是在骚扰人家？你们看他的攻击模式。可恶啊！刚刚没过，我以为攻一路就好了。OK， 过了吧？我想不到这里没过的理由，只有上面这个，哎、欸，撑住啊！墨镜的，开路的，摸摸摸摸攻击，哎、欸，完了，散路，加油，散路，撑住，有了，欢迎哦。
的啦，上面我还有两只啊。你们看我这个锅盖开落者一直在隔挡。OK， 抽老板牙了。哎呦，啊有喽，荣誉队员，我跟你爆喽。无尽肉鸽模式。啊，蓝蓝的可以干嘛？哎呦，配啦，全银幕攻击。好，老妈。索性都干掉吧。啊，老妈怎么不会攻击？怎么又会飞啦？会飞了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啊，我输了吗？哦，右键可以打下来哦。哦。来，克拉拉。啊、克拉为什么会戴那个眼镜？还不还还？哎呦哎，猪出去了。哦，战战还可以砍伤害，战战不错。吉仔阿姨。哎呦！哦，妈妈是一次射出十二发哎。离开克拉拉。哎，克拉拉蛮强的。哎，是不是什么东西让我没有经济啊？我现在不会跳钱哎。希尔铁锤。哈哈哈！哦，原来希尔是打一条。那希尔猛，希尔是打一条哎。你也要执行任务。哎，完了，这台车是怎样？救我希尔！啊，这什么？我操！旅行者这么小胖的？怎么回事？旅行者有 B 卷，完了完了！一群开拓者正在接近啊！救我黑塔！转圈圈，完了，这个蓝色盾容易。不是一堆垃圾车，我怎么挡？完了完了，哎，这怎么挡啊？这挡不了吧？而且我发现变卡啦！哎、欸，又来了！这是旅行者的 B 卷啊！哥，傻小怎么挡啦？开路者大军，我不行啦！搞不行，开路者有点太强。已被垃圾桶军团战。好啦，不过我感觉这款游戏我们先体验到这边。Thank you.